什么？囚车被劫？是的，王爷。那格格呢？你找到格格没有？回福晋，奴才来来回回走了两趟，都没见到格格的踪影呢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真儿会不会让那些土匪给劫走了呢？啊，哎，吴长，奴才在。立刻到黄旗营挑选20名精兵，即刻随本爵亲自寻找格格。扎。明光，明光在发烧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去找端木海。阿弥陀佛，找我什么事？寨主，明光在发高烧，请你去帮他看看。叫我去看他？信写好了没有？没有。信没写好叫我看什么？他死了关我屁事。寨主，有道是道义有道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哎呀，什么道不道的，我问你信写好了没有？信没有写好那就等死好了吗？寨主，写信跟救明光是两回事，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？哎呦，光头啊，你看看我这什么地方啊，我干的这是刀头舔血的买卖，不是什么施粥一诊的善堂，没姓是吧？等死吧。段木海，明光还只是个孩子，你难道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？要是你的孩子有了危险，要是别人也见死不救呢？你当真不相信因果吗？哎，嘿嘿，光头啊，你这话说着了，我段木海是既没老婆也没孩子，我看这因果怎么找上我。烧得越来越厉害了。玉兰师父，你在念什么？我在念大悲咒啊。你们和尚就会这些，出了事儿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我就是因为我帮不上忙，所以我念大悲咒请菩萨来帮忙的嘛。哎，玉莲师傅回来了。啊，玉莲怎么样了？他说没有信就不救明光啊。这他还说在今天入夜之前不交出信来就要拿我们其中一个开刀。哎，哥哥，你干什么？他不是要信吗？我写给他。不行啊，要是他们知道你的身份，那我们不全完了吗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明光眼看就要不行了，他还指望活着孝顺他娘呢。二寨主，我是来替他治病的。寨主他改变主意了，他不知道，不过先不要管他了，救人要紧。再过半个时辰，
他的烧退了就没事了。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玉林师父，我二寨主有什么事吗？我想多听你说一些道理。您能说给我听吗？当然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地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地狱当然是真的。这么说，极乐世界也是有的了。不错，那地狱跟极乐世界？ 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又在哪里？二寨主，你为什么要来医治明光的伤？我要是不来的话，心里很不安。那现在呢？舒服多了。善哉，善哉。二寨主，你已经去过了地狱，也到过了极乐了。 我懂了，蒋峰，你给我出来！寨主，原来出卖我的人是你！寨主，我没有，你还敢来？寨主，你我者死！寨主，你听我解释，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哎，寨主，站住！ 走开！我没有背叛你，我只不过想做点让自己良心好过的事。玉林师父说的对，我们狠得过天下人，却狠不过因果。我不希望我这一生生世世杀人或是被杀。二寨主的令牌还给你，咱们就此分道扬镳，各走各路。哼，站住！放呀！ 玉林，你开会不会出事啊？谁知道呢？师兄，你说呢？我哎，为因果啊！因果，玉兰师傅，我们都快完了，你还在因果啊？哎，这完了就完了，也是因果呀！哎呀，玉兰师傅，你哎，明光醒了，明光醒了，伤也退了，明光，明光。 你到底是醒了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好多哦。哎呀，你是该好了，你把我们每个人都急死了，尤其是你玉兰师傅。啊，我不着急，我哪着急了？对呀，玉兰师傅煞气通，怎么会急？长三毛六，在，把那光头给我拖出来。是。是 寨主，这有三个光头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玉林啊！寨主，这有三个光头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玉林啊！哎，走！哎哎哎哎，走啊！哎哎哎哎。 玉兰师傅，哎，明光，明光，师傅，没事，没事啊。放松什么事？玉兰师傅怎么了？没事，好好歇着啊。哼，光头，你胡言乱语挑拨江峰背叛我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慢着，端木海，人各有志，你怎么可以说玉林挑拨你二寨主呢？你给我滚开哦，要不然我连你一起杀。你杀，你杀呀，就怕你杀了我，一个钱都要不到。呵，有胆这样跟我说话，你究竟什么人？ 只怕我说出来，你站不住脚。我断木海从来没怕过谁。好，阎王殿不收无名之鬼，说。好，你听着，我就是。哎，姑娘，是非只因多开口，烦恼皆为强出头，这是我的事，你就不要管了。可是，哎，你放心，他杀不了我的。嗯，我要杀你易如反掌。你如果要杀我，你早就杀我了，何需要等到现在呢？ 哎，你凭什么这么说话？因为在这一路上，我已经在你的巴士田中种下了佛种，也就是说，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了善根，你是不会再随便杀人了。你他娘的！阿弥陀佛！哎，我不许你再说阿弥陀佛。你可以说你他娘的，我为什么不能说阿弥陀佛呢？我说你他娘的，我心里舒坦吗？我说阿弥陀佛。 心里也很清凉啊，可是你我，可是，你说你他娘的一次
就多一份罪业。我说阿弥陀佛一次，就消一次业障。你认为哪一种比较好呢？你，哎呀，你气死我了！你，我上辈子一定给你结了什么恶缘了。你终于懂一点佛理了，善哉善哉。哎，这，呆如，你不用动手，让我来成全他。玉林，哎，明光，明光啊！明光，明光，你怎么跑出来了呢？玉林师傅，都是我害了你们，他们要杀就杀我好了。想死还不容易，我送你上西天。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干什么？你走，滚开！你，明光，住手！你不要碰我的东西！明光，明光，他伤口又流血了啦！你们走开！你要干什么呀？端木海！你要带他去哪里啊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动静？没有。你不要那么着急嘛。端木海既然不会杀你，我想他也不会杀明光才对。可是他把明光抱走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依我看，问题一定是出在明光戴的那块坠子上。会吗？嗯。那块坠子关端木海什么事呢？这就很难说了。不过，从端木海见到坠子的时候那种神情看来，那个坠子对他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说不定就像我送给你的吉祥玉佩一样。哎，我送给你的玉佩呢？还在不在？在。在哪里呀？在就是了嘛。我不管，我要看呢。这还差不多，算你有点良心。玉林，刚才我真的吓死了，还以为这一次你一定没有命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还能逼得端木海哑口无言。你真是了不起。了不起的不是我，是佛菩萨。我刚才劝他的那些话全部是佛菩萨说过的。佛菩萨真的这么灵吗？那他为什么不来救我们？你怎么知道他没来救我们呢？佛菩萨的感应通常是不可说的。就拿明光来说好了，要是没有端木海和江峰，说不定他现在早就没命了。这种因果在你没有遇到端木海的时候你能知道吗？哎，照你这么说，那佛菩萨是有意安排我们现在这里了。佛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？哎，这样的安排好让你不再当和尚，我也不当格格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，做一对强盗夫妻啊。亏你还笑得出来，你还不快求菩萨保佑，快来人救我们出去。先别急，虽然囚车被劫了，这并不表示格格也被水寇给劫走了。咱们还是别管水寇了，还是先找格格的下落比较重要。那要是格格正好赶上玉林一块被水寇劫走了呢？
应该不会那么巧吧？你没听别人说祸不单行吗？顺亲王府一再的出事，我已经觉得什么不可能的事啊都会在我身上发生。王爷，那您打算？水寇在此劫囚，想必他们的巢穴必然离此不远，我们现在这附近搜搜看。王爷，使不得啊，水寇都是些亡命之徒，我们就带着这些人，万一遭遇上了那……你放心吧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再说这些皇旗子弟跟我多年，早有默契，那些蠢贼根本不足为虑。可是王爷，太湖那么大，这其中的小岛少说也有七八十座，哎，我们怎么晓得水寇藏在哪里啊？哎，无常，你怎么一再阻止我呢？王爷请息怒，奴才好了，不要多说了，吩咐下去，准备出发。扎，哼。玉林国师是清朝初年帝王和全国民众的老师，现在以电视剧演出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方正社会人心，增加人家道德勇气。